大家好，因我哋啱啱咧喺呢个珠海嘅阳明广场食饭啦。食完饭嘅话咧，我哋见到有一间咧嗰个驗眼睛咧，即係整眼鏡嘅嗰個鋪頭啦。因為我哋嘅攝影師 Jimmy 咧，近視開老花年紀大，散光啊。係啊，咁咧就上嚟配個眼鏡。咁我哋影低呢個過程俾大家睇下咧，喺大陸配眼鏡嘅一個收費啊，睇下同喺港澳或者其他區別地方嘅嗰啲區別大唔大嚇？睇下嗰個收費標準，同你哋嗰邊有冇差距？呢個係隨機抽㗎。隨機抽，我哋冇揀定地方嘅，就啱我真係食完飯就過嚟影。呢個係喺商場裏面嘅，呢個牌子我見每間商場都有噶啦，叫做 AOJO。係跟住佢，我好似見得優如城都有一間，好多地方都有。咁而家係咩步驟先？係咪呢個選咗價錢先定係點啊？即係我哋健康佢有499到799，冇399嘅。399哦，即是低標499起。咁佢係包乜嘢啊？眼鏡框、眼鏡片，全包，即係唔使再俾錢啦。唔使，我有送呢個咧，係1.6嘅飛行嘅。哦 ，OK OK。咁499，你揀幾多錢啊？我揀個699嘅咯。哇，有錢轉未？699，699係邊啲框啊？699啊，佢呢度都有嘅，似呢啲係699。呢啲就699。呢啲係699。咁499係邊啲啊？499嘅話，喺入邊？裏面，我睇下。入邊我全部睇下，你有冇揀啱？好似599都麻麻。你睇下你中意邊一個？呢啲啊？係呢啲499，幾乎都係。呢種就499。呢度呢一排。哦，我唔中意細框。呢種499。有冇啲粗框少少？係啊。粗啊！哦，咁我喺出邊揀啦。呢啲冇499，呢啲599。哦，唔緊要，睇中先咯，主要睇下。都100元差別應該唔係好大。係啊，係。係啊，揀款比較緊要吧。邊款好睇啊？啊？你有冇揀邊款啊？呢個鏡好細喎，我中意啲框大嘅，你捉你自己揀咯，你整。如果是我可能會揀這些，這些就比較窄，是啊，我會喜歡大框。你喜歡大框還是小框？通常大框我小框就斯文一點啦，這隻都可以，這隻都可以699這隻啦。你不試一下這個，這隻可以啊，試一下這個，三隻色啊？係啊，三隻色。好，咁而家 Jimmy 去試，就由攝影師阿欣賞先啊。呢隻咯，試下。你揀，你揀。咁咪呢隻係咪？係啊。呢隻。我而家幫你驗下眼。好。好啊。咁佢揀嗰個係幾錢㗎？佢揀嘅呢個係699。哦，699。材質比較好嗰啲。你而家有冇眼鏡？冇。我記得以前配眼鏡好像要很久才可以攞嘅喎。兩三日。而家係咁快嘅點解？你之前有冇喺呢段時間？未配過眼鏡，係近段時間覺得夜晚嗰隻眼好深，即係散光得好犀利。以前冇戴眼鏡。係冇戴過。呢個高度睇唔睇到呢個屏幕？睇到，頭先睇第一行方向清唔清楚？一二行都清楚，第三行睇唔清。第二行方向講下，從左邊開始。上左下右上。O、okay, K， 第三行就有啲睇唔清。
第三行都睇得清。唔可以。第一行咧？睇唔清啊。第一行就有啲模糊，有啲細。第一行。係啊。嗯 ，OK。呢個就好清楚。係，呢個好清楚。你睇下，如果唔戴眼鏡瞓覺，睇第三行會唔會好辛苦？係咪咩都係唔好模糊？第三行我就睇到中間嗰個。就要眯眼睇咯。係係。度數幫你驗完㗎啦。呢邊度數比較高，高散呢邊係250度。跟住咧近視就低啲，近視係50度。係呢邊咧就200度散光。200度散光。都屬於高散。係。OK。你呢邊200，一個250，一個。但係會唔會暈？小心小心。成個驗眼嘅過程大概就10分鐘內。佢叫我戴住行1分鐘。行一分鐘。會唔會暈？是什麼會引起這個散光的？很多原因，有些它是比如說家族有人近視散，也有人，有些是後天你看見視散多，人眼多它就會散光。玩手機睡覺的時候玩手機。有少少，有少少的散光，有少少暈。你以前沒有戴過眼鏡，是啊，如果你沒有戴過眼鏡，建議你一開始配的時候配低一點，不是的話怕你暈。我就配低一點，我給你個低眼度給你試一下，這個會有點暈。嗱，我們現在哇，真的有點暈，真的有點暈。整個配鏡片的大概10分鐘左右，未到10分鐘，我剛剛抹低了時間，未到10分鐘。接著呢，好詳細嘅，好詳細係啦，佢換咗好多好多鏡片，好耐心，好 nice 啦。咁呢個品牌嘅話，我見間間商場都有，所以基本上你一可以喺度配完之後咧，等嘅過程中你可以行下商場，咁時間就好快。呢啲就方便好多了，係好方便啦，就以前舊式嗰種咧就要2到3日，我了解到㗎。而家呢種就便捷好多咯，好快，食個快。搞掂咯，即係我哋先過嚟嘅時候先驗咗，跟住揀好鏡，然之後驗完，跟住就去食飯行街，翻嚟就攞，好方便。呢個好好啲，係啊，可能要低少少，有冇啊？嗯？有冇再低少少？再低啲啦。係。驚你睇唔清喎，可以俾你再試下再低一。係啊，試下呢個，再試低少少。呢只就冇咁暈咯，睇起身就正常好多。你平時要唔要戴住呢副眼鏡睇完或者揸車？夜晚揸車用。如果你要揸車，唔建議你放太低。如果咧你日常睇電腦呢啲就冇所謂，再低人。如果你要揸車，你要綜合啊嘛。係啊係啊。夜晚揸車我就散通啦。因為揸車要睇遠啲嘛，我就夜晚比較辛苦咯。嗱，你試下呢個先。呢個還好，冇啱啱嗰個咁暈咯。係，因為啱先咧就按標準嚟配啊嘛，係啊。如果你冇戴過眼鏡，低人唔得，唔舒服好少。呢個可以。開車如果再低嘅話，驚你睇遠唔係咁夠用。不過呢個放開都會舒服好多。係舒服好多，冇咁。冇咁暈。係冇咁晃咯。咁係咪咁樣就 OK 㗎？佢個度數要訂高散。我你要訂。哦，咁即係冇咁快可以攞啦。咁佢如果要訂嘅話，要幾耐可以攞？佢個度數係。咁有冇得送貨㗎？即係因為我唔係成日喺呢邊㗎嘛。你係可以郵寄嘅，你睇下你方便寄邊度。
寄前山啫。哦，可以、啊。寄翻公司咯。係啊。可以啊，係可以。因為我哋唔係。咁寄要幾耐啊？如果係咁樣？一般嘅話，你寄到3到4日左右。哦，咁其實都差唔多。即係如果你普通嘅就可以即刻攞。係啊係，因為佢度數嚴重。哦，度數嚴重嘅都係要幾日時間嘅，但係可以寄貨咯，送貨。都係有啲難，有少少。你以前係從來冇戴過眼鏡。係，冇從冇戴過眼鏡嘅。你要唔要再同我俾個再低眼度，你對比一下？試下。我俾你試下。好暈啊！真係。好暈啊！咁你坐下先啦。鹹蛋超人。我呢個咩嚟？普通鏡片。咁而家就埋單啦，埋單，跟住等攞鏡就可以玩嘅。O K。咁度數咧就幫你按你嘅要求幫你降50度。嗯。光。嗯。依家佢最後嗰度數咧係50度近視，200度散光，跟住左邊咧就冇近視，但係105度散光。嗯。係，差唔多係叫剩1.0。你鏡片有冇咩要求？鏡片啊。即係有咩款式揀啊？定係咩？鏡片咧，佢係有套餐嘅，套餐佢就唔防藍光啊嘛，就唔使加錢，一套就係呢個價錢。嗯、如果你要防藍光嗰啲咧，就另外補差價。係，咁佢升級鏡片咧係成套打8.5折。係，你就睇翻你自己對鏡片嘅要求。藍光即係點啊？藍光就對電腦、手機個係防紅外光，睇嘢咧就舒服啲。唔使。唔使啊。係。咁你咪揀套餐嗰個咯。好啊。OK。99一套，嗯，好，埋單。誒，我電話，我電話喺度錄緊。好，咁我哋今集分享我哋喺大灣區嘅呢啲真實生活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多謝大家咧嘅收睇，持續 follow 我哋，一下次再帶大家深入了解我哋大灣區嘅呢個真實生活。下期見，拜拜。